何嘉林，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副主任，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客座教授，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画院副院长，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教授。画这些东西，哎，一定要虚，因为靠近树了啊，一定要画的松，是吧？一定要画的松。是吧？所以你看，它这个石头要把它画得活啊，因为披麻皴，很容易画成匠气啊，很容易画成匠气。所以大家在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实际上还是一些笔墨，啊，笔墨的一些啊关系在上面一定要厘清啊。如果我们笔墨关系没有厘清的话，可能我们画画啊就会带来一种很死板啊，很死板。比如说这边，哎，我把它画的啊松一点，可笔啊，毛一点啊，松到这个啊，浑然一体啊，要把这个画披麻皴的时候啊，一定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个特点，就是不要在一个地方永远排线排下去，哎，有的时候适当的有些你看。节奏啊，适当的有些节奏，这样的话呢，画面里面呢，它不是很死板啊，不是很死板。这种皴法啊，董其昌里头啊，有时候用的比较多啊。他这种结构啊，转来抱去的啊，这种用的特别的好。实际上我们在临古画的时候啊，这些东西都要把它啊掌握住。那么你在画这种画面的时候，你自己可能就会啊突然想到某一家，你就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啊，变成自己的。昨天我们临了一下啊，不是前面有些课董其昌小品的临摹，我们会发现董其昌的这个啊石头的皴法它是很有意思，它留一段白然后有一段皴一下，留一段白皴一下，这个对我们很受益啊，这个对我们很受益。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意识啊也把它运用进去啊，也运用进去。啊，所谓笔墨关系看啊，这里比较渴，那么这里我要用的润一点啊，用的比较润一点，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好啊，这一段的运用啊，用的都比较润啊。
这样就可以把这样啊上下可以区分开，啊区分开，啊偶然啊有一些哎这种小石头啊夹在中间，是吧？有时候哎用这种啊线提一下，画面里面它会丰富起来啊。临过董其昌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董其昌对笔墨关系的理解和笔墨结构的理解啊是非常有创意的啊，非常有创意的，所以我们大家啊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理解到啊，一定要理解到。理解到哈，啊，我们可以看这一块山可笔见多，这两个山润笔啊见多，这个又是浓笔啊，这个就给它暂时先留白啊，不一定最后，但是呢，这个一定是要带啊，所以呢，这个笔墨关系啊，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即便是啊这个小品。训练的当中啊，大家也都要啊，要有这样的意识啊，有这样的意识啊。这是主峰啊，主峰。就如同啊，我们这个啊，前面临那个董其昌的啊，这个。小品道理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运用一下啊他的这个方法。董其昌啊，他在这个部分啊正面他挂下来，然后旁边留一棱白的啊，留一棱白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啊如法炮制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哎，可润结合，让它有厚度啊，不要都是可笔。我们往往会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一笔画下来，里面没有笔墨关系，结果啊就是死板，也不好看啊，没有活气。哎，它所谓的这样的一种活气是什么呢？它就能够从这个里头啊找出内在的层次啊，它是可笔和润笔交替的。再用啊，啊，然后再看啊，是吧？这根线条下来，这根线条下来，那么他在处理这一轮环节的时候，他还是啊有东西上去，渐渐的啊，然后要把这一轮白的还是要保留啊，还是要保留啊，这个是。董其昌的一个啊一个特点，一个特点，然后再伸出一个来啊，是吧？然后再从这再挂下来。所以我们说董其昌他那个在啊这个笔墨结构上啊，以及包括他的那个画面里面的很有一种现代感，指的就是他这种方式啊，他处理的。尤其的啊，这种方式他处理的尤其的好，啊，尤其的好，啊，我们把它夸张一下，你看，是吧？后面画的啊，虚蒙一些，啊，他这种
处理，这种细节啊，大家一定要去理解。如果我们这方面东西不去理解，我们学到的东西就有限了啊，有限了。其实董其昌又从哪儿来呢？是吧？从王莽啊，从居然啊这样的笔法当中过来，是吧？我们又可以感受到啊，也可以感受到。一个笔墨关系，还有一个笔墨质量哈、啊，这个笔墨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笔墨质量决对你的这个画面的品质啊，决对你画面品质。笔墨关系决对你画面的这样的一种审美性。如果我们笔墨关系不好，那画面就这种审美的感觉就不够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笔墨质量不好，那画面整个格调降100倍、1000倍就降下来了啊，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意思。你看这样的底下收石头的根的底下，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从郭熙的这个早春图里面的那种石法里都可以引申而来啊，然后你可以一层层把它卷上去。有时候画着画着笔会扁，偶尔用一两笔问题不大，但不要一直都是扁的啊，这个是要忌讳的。哎，但是偶尔的一扁，那么下力一笔两笔那么也可以啊，我们讲变嘛，总不是死死板板的去画，是吧？总要有一些啊，总要有一些笔墨的一些变化。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种理解进去。这边画远山也不能抠死啊，松松的。虚掉啊，把它过渡好。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啊，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啊，比如说啊，画这边。这边的石头，比较淡的啊，比较淡的。
你看这边重，这边就要虚了啊。这在画面里面的这种处理的方法，因为上面重，下面也得虚，所以呢，这里就不能画得很重，画得很重就容易画死掉。啊，这种坡石啊，要画的淡啊，画的淡，画的松，画的虚。这个画面目前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啊勾勒关系啊，已经都有。我们现在再深入啊，再深入。所以其实画画一定是要有耐心啊，一定是要有耐心啊。比如说啊，这个上面必须要长一些树，传统的嘛，对吧？我们传统的画法啊，长些树啊，长些树，树也不能乱长啊，长得可长之处。啊，这个如果长得不是可长之处，就不好看。啊，这种小树也要一笔笔用进去，啊，不是简单的压片啊，这个要一笔笔用上去，不要这样排排排，那样就没笔法，那就变痕迹了。啊，作画我一直说，古人讲啊，作画要见笔脚啊，像用笔的这个脚踩上去一样，是吧？记笔痕啊，这个画画如果只是一种痕迹压在上头，那就是没有质量了啊，那就没有质量。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大家啊画的时候品质啊一定要把握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啊，像是画面啊能够产生一些味道啊，产生一些味道，这个非常非常啊非常重要。细节的地方啊，有些地方我们要去处理啊。好，这样的一个啊，这种溪滩上面的碎石，然后这些啊房屋，我们讲这个房屋有时候需要提一下，用胶墨啊，讲画面啊，他这个就精神起来了啊，精神起来了。
那么画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要进行这个润色啊，润色不是画颜色啊，我这一节的这个小品我主要是水墨啊，下一节这个古艺小品是润色，是设色。所以所谓润色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会，首先学会上墨色啊，学会上墨色。如果说我们的墨色不善会运用，那么我们的颜色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润色的时候，实际上墨色不能啊太重啊，不能太重，还是要根据画面的需要啊。有的时候啊，该重的时候重，也该轻的时候还得要轻啊，画面还得要润色，非常重要。它润过色以后，它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有的时候我们画着画着直接就啊，直接就把它结束了，实际上它的那种味道啊出不来。所以我们古人在染的时候啊，这个勾勒寸擦染啊，在这几个环节里头从来都不含糊啊，在这个方面实际上古人是当作一种乐趣啊在做的。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一点啊，你即便包括这种叶子啊，它也是啊，有些地方它也要啊处理过啊。啊，这个杆啊放在下面啊，这边就留白啊，就不画啊。润色是为了让它浑然一体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这个啊，该皴的地方还得要继续把它厚一点的啊感觉再给它润进去。比如说啊，像这个石头啊，整个把它啊润进去啊，几乎介乎清水啊，几乎介乎清水。上一节我们在啊临石涛小品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对于这种用水的这种染啊渲染是非常高明的，是吧？所以我们呢也要啊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啊，这种意识。不管你怎么染啊，一切都是跟笔有关啊，必须要有用笔啊，你就有用笔啊，画面里面它才能鲜活啊，才能鲜活。
然后我们在村的时候啊，也慢慢的啊，要理解进去。在收拾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啊仔细啊，不能一味的平涂，一味的平涂以后画面里面就容易画灰啊，画平，这个是非常啊非常关键的啊，就是最后画好画不好，在染的这个时候啊，画面调整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决定啊成败啊，决定成败。染的时候可以分两堆水啊，一堆是清水啊，一堆是这个稍微啊用过的水。我们老一辈画家李克让先生啊，这个他的那个染法啊非常讲究啊，一层一层的，他也是从古人当中啊汲取了很多养分啊，最后形成自己的一种啊绘画艺术特点。所以呢，在染的过程当中啊，是很有学问的啊，他不是啊说拿一笔什么平涂就上去了。当然一般要染的时候要有耐心，有些地方还没干的时候千万别去染，一染的话就灰了啊，容易就是画面容易脏啊，所以说一定是说啊要有啊要有耐心去等它啊，等它干了啊再去染，情况就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啊古艺小品的这样的一种啊一种学习的方式啊一种学习的方式训练的方式，它最终啊它只是一种训练的一种方式，它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个最终创作的一个手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时代不同了，每个人的艺术价值啊，它在这个时代它所处的这样的一种它的存在的意义啊，和古人肯定是要有区别，否则的话你就没有意义了。那么古人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啊，创作了自己的东西，他们的价值所在啊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呢，我们呢如果说要完全的照搬古人那一套东西，那么我们的价值意义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就是啊，我们的古艺小品只是一种学习的一种方法啊。我们因为从一开始不会画画啊，或者说到从开始临摹啊，然后到后来的啊写生创作啊，以及包括变体临摹吧，就是实际上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我们在掌握这样的一种方法的时候，要意识到我们要画自己的东西啊，要有个人的这种价值。所以呢，等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啊，你还要有一个突破，就是以后一定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追求，而不是一味的就是默古啊，一味的默古以后啊，你的意义就没有了啊，你活着的意义就没意思了，是吧？所以呢，对大家来说啊，这个画画对古人的这个理解啊，实际上是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啊，不是一个最终成为自己创作的一种依赖。但是如果不临摹啊，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也不行，是吧？所以沈从谦就说了啊，吾人生千千万万啊，名家之后啊，就是有千千万万的画画的大名家啊，我们在他们后面出生了。我们在啊学习他们的东西的时候，可以学艺家，也可以学竹家啊。但是呢，哎，我们必须要去学习，要去临摹。如果不学不临摹，说仗持着自己的聪明啊，说自己要另辟蹊径啊，和别人不一样，但是你啊，自己又没有掌握到笔墨的要领。因为在古人这个临古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学到很多啊笔墨的要领啊。古人就好比是一架梯子，我们踩在人家梯子上面，我们可以走得更高。但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聪明啊，我能够自己发挥自己东西，创造某一家某一派。所以沈从谦说，少有不入魔道者啊，基本上99%啊都最后啊成了魔道啊，就最后就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东西，反而啊走入邪道啊，入魔了，走火入魔了。那样的话反而成不了事情啊，成不了事情。所以大家在啊画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啊切记啊，一定要切记，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尺度啊，既注重临摹，又不被古人的这样的一种啊东西所制约啊，也不被古人的这种啊画法啊，只作为一种唯一的一种画法去运用啊，这个是要靠我们的智慧的。我们的中国画家应该是很有智慧的啊，尤其我们中国人啊，应该是很有智慧。但是呢，我们多年来的这种啊，所谓的啊，因循守旧啊，这种啊，就是为一些表面的啊一些东西啊所迷惑，有的时候往往出不来啊，往往出不来。一旦你出不来，那要想再突破就非常难。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要明白啊，这个有意义有价值。比如说石涛说笔墨当税时代，笔墨当税时代并不等于说我活着我的这个画法就是这个时代的画法，不是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同学啊，画的也不错，一看像70年代的风格啊，像80年代的风格，甚至像60年代的风格，画画的挺成熟啊，笔法也挺老道，但是就没有啊他自己鲜明的啊这种和别人不同的或和那个时代不同的东西。那他说起来，我70年代80年代啊，我不都也活着吗？我不是就用这个笔墨吗？这不是就当税时代吗？错了，真正的笔墨当税时代什么意思呢？你在这个时代当中，只要你活着啊，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是你的方法是领先的，领先于这个时代的才叫当税时代啊。那你说你不在百年以后，人家对你评价啊，这个是那个时候的东西，那没办法，因为人活的时间就在这个时间段里，他只能做他这个啊生命的这个时间段的事情。但是呢，他在这个时间段里头，他能做的最好啊，能做到别人做不到啊，引领了这个时代，
这个才叫笔墨当水时代，而不是说这个时代包括70年、80年、90年代啊，我只要画70年代、80年代的这种风格的话，就是笔墨当水时代，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说，我们要理解这些古人的这种啊，文化上面的一种啊一种意义，实际上啊，一定要从智慧上面啊去想问题，而不是从表面的啊这种理解，这是跟我们平时要读书啊。这些都息息相关的啊，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啊在这方面啊能够思考，因为我们画画一定是有捷径的，就好比说我在给你们上课的时候讲的这些笔墨关系、笔墨结构啊，这也是我几十年来这个在教学当中积累的经验，用这个方法大家去学习去理解笔墨，进步自然就快，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捷径啊。那如果说大家啊完全靠自己去摸索，那就要到几十年，所以这个呢也是很不同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啊能够多多的啊去动脑筋去想一下啊，如何去学古人，如何再从古人当中变成自己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啊接近的过程啊，使我们从中啊不至于走入魔道，也不至于自己啊因循守旧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画到这儿，实际上是在给画面锦上添花啊，增加一些啊趣味的东西啊，画些草啊什么之类的。啊，让画面啊生动起来啊。草有的时候也不能滥用啊，要恰到好处啊，恰到好处。有时候太多啊，就会草气啊，就会草气。啊，古人呢画水有两种，一种是勾线，一种是留白，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留白的方法啊，这样的话可以省去很多的这种时间啊。但留白呢，像这种溪水啊，它也还是有一些啊起伏，在古人的画面里面，偶尔的它也要勾一下，啊勾一下这个溪水的这个。啊，意思一下。点到啊，点到为止啊。我们在黄公望的啊这个《浮生山居》里头可以看到，它就在坡脚的地方，有一些啊这样的一种水纹啊就可以，一波三折的水纹啊，松松的，啊把这个意思啊。表述到啊就可以，然后最后再是点啊，再是点。点呢有好几种，有竖点啊，有横点啊，有这种圆点。那么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我们可以啊用一些横点啊，它跟前面这种竖点不一样啊，可以用一些横点，在关键的地方啊点一下。把它这种山石啊，这力量给它收住。啊，这种点呢是泥赞的一种点法啊，我认为它是一种蜻蜓点水的方式。啊，点不要多啊，点一多也很难看啊。根据画面需要啊。点也要有一些节奏啊，一些疏密变化。
啊，画到这儿，还要画画远山啊，远山一定要用笔，一定要写出来啊，别去描。这远山一定要用笔啊，一定要用笔。啊，一定要用笔啊，要把它写出来。因为还没有干啊，有些地方还不能乱点，所以说，由于时间关系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古艺小品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啊，这个课程啊，今天就先到这儿，谢谢大家。